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同学们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聊一件事，来吃，倒也不是吃啦，你知道是要问你一件事，你觉得舌头有什么功能？就吃东西啊，没错，难怪你一开始就讲吃这个字。好，舌头其实有舔冰淇淋的功用哦，来舔一舔。那你觉得舌头还有什么功用呢？没关系，我给你暗示。 OK， 好，舌头其实还有个功用，舔棒棒糖吃棒棒糖啊，所以舌头可以拿来舔，还可以吃，品尝味道。对对对对对。舌头还有什么功用呢？舌头哦，好了，我来暗示你。好，会不会每一次你都其实有答案，只是我故意阻断你的答案了？没有啊，那个答案我觉得有点害羞。好，来看看这个答案是。好，舌头有什么功用呢？对不起，我笑得好像变态。没错，舌头其实可以喇叽。喇叽是台语。对，喇叽是台语，就是两个在舌吻的意思。舌吻，法式舌吻。没错 ，OK。所以舌头功能呢？哦呦。这个舌头功能其实还有一个，这是要抓自己的舌头要干嘛？你看他用手抓住自己粉红色的长舌头，那就其实大家可以练习看看，当你把舌头用手抓住的时候，干嘛要练习抓舌头？让感觉一下这个舌头被抓住的时候，其实不太能够讲话，就不能够说话嘛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个片语叫做。Hold your tongue， 抓住你的舌头，不敢讲话。没错，就是叫你闭嘴的意思。对的。所以下次比较礼貌跟人家说，哎，闭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 hold your tongue 取代另外一个比较讨厌的字，叫 shut up。